Yes， 又来了。你干嘛？没有啊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你看到台下观众很开心，可是你却一次比一次还要无感，然后你又不会开心，你也不会有成就感，你懂吗？就是。很正常吗？这一点都不正常，这样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啦。Estou longe do fim. Vou pegar o que é meu.